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将为您盘点那些制霸高校赛场最具冠军相的机甲战队。欢迎来到 RoboMasters 2015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。在经过全国六大赛区的战斗洗礼之后，最终产生了32强战队。谁有资格来袭深圳总决赛？谁是制霸高校赛场最具冠军相的机甲战队？让我们先来一睹为快。话说，在工科男扎堆的赛场上，你会看到什么？我叫罗吉，来自机电学院，然后还是不知道要说什么。1994年，我是94年出生的，就是一种光环吧，就是大家无法靠近它。算是吧。还有身上的味道。淘宝上买的时候发现只要35块钱一件，很便宜，一次性买了3件，省事儿。好吧，电科战队那无药可救的屌丝气质也真是让人醉了。在 RoboMaster 的赛场上，想要为自己证明，拼的可不是脸蛋儿。心知肚明的电科队自然更愿意把全部心思投入在打造战车上。是这种竖直的摇臂，就是保持这个轮子的正直，操控性比那个原来那个轮子会好一点。云台做的比较小，上面做圆柱形，和那个补给站比较好配。不拘小节的电科队打造的哨兵车，却堪称 RoboMaster 赛场的高大上。凭借涵道动力技术，他们的哨兵急如闪电，在赛场上成为先人一步视野全开的杀手锏。入榜理由：唯快不破，屌丝逆袭。在强手如林的成都赛区，我们把目光锁定在了这样一支战队身上。他们行事低调，连统一的队服都没有。他们言谈谦虚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来陪练的。我们本来也是抱着学习心态，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嘛，就觉得先来试一试，看一下情况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和其他学校比到底差距在哪里。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学校的，也不知道我们战车做的到底好不好。不过就是这支看上去弱爆了的队伍，硬是在一众强敌的赛场上杀出血路，成功问鼎成都赛区的前3强。很多人都会说他们是赛场黑马，只不过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我是顾浩爵，来自西南石油大学。就是我从小就想让别人对我就像对正常人一样，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蛮在意的，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不在意。你愿意怎么样看我就怎么样看我，我就是这样的。我会尽量去让这些东西不会影响到什么。我们完全把他当一个和我们就身边的同学一模一样的人，没有一点说看他的眼光不一样啊这之类的。而且他也是个很逗的人，性格特别好。在 RoboMaster 的赛场上，竞争激烈又残酷，想要发现那个更强的自己，就必须加倍努力。我想证明的东西嘛，我就用一句话：我行，我能，我可以。坚持一下，再坑持一下，然后就慢慢走了。18个小伙伴陪着我，不是一个人在那战斗，要一起战斗。很显然，铁人战队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他们要一直黑马下去。入榜理由：永不言弃，发现更强的自己。华科哈斯的速加网战队在比赛期间默契的操作配合一度引来关注，这和队伍的特殊人员配置分不开。
啊，我叫王悦，我叫赵先阳，我叫刘文哲，我叫林寿山。电工的一些同学，他们车子是他们做的嘛，然后我们是只负责操作。哈斯的塑胶网站队将操作手与机械手分开，制作训练同时进行。除此之外，他们的强势表现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。当初选我们作为操作手，就因为就是我们几个队员就平时打游戏打的比较多，四个人基本上形影不离，一块儿去吃饭呀，一块儿去，就四个人真的就很熟悉，所以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游戏，所以只要车没问题，我们就没问题。发现每一场战斗的乐趣，让他们的比赛行云流水，势如破竹，彼此并肩战斗，让战队夺冠成为了可能。期待他们在总决赛的精彩表现。入榜理由：享受每一场战斗的乐趣。我们队员中有风格不同的，但是我们都听队长的，他看我不在都会不爽的。很显然，深大队员提起他们的队长，有敬佩，也有点小惧怕。加血加弹，然后攻击。他就是深大 Robot Pilots 战队的队长谭柱。尽管作为战队的领军人物，但他手下的兵却真的没有几个。我的理念就是说，找最会干活的人，然后高效率的完成事情，比如说不是人多就好。所以我们队伍的分工也很明确，每个人都是干好自己手头的活。在宁缺毋滥的思路下，队员们都身兼数职。我在里面是负责视觉开发，还有是操作部品。我的话主要是负责我们战车的云台的控制，以这个发射机构的控制，然后就是还有哨兵机器人的这个控制。在 Robot Pilots 战队看来，一个团队的战斗力依靠的绝不是人多势众，而是把每一个队员的战斗力发挥到极致，这也是他们夺冠的大招。二一，比赛开始。开始，双方的拉拉队，右桥已经是发生一波会战。中桥这边是深圳大学的这个炮车也已经开始蠢蠢欲动。中路看到有对手，中路阳台这边，但是打桥下风的战车都在掉血，被动的。好，猛攻，还有一半血，最后一格。在武汉分赛区的赛场上，一个队长八个兵，打造了开赛以来的不败神话。最终，他们问鼎武汉分赛区的冠军。而即将到来的深圳总决赛，作为东道主的他们，又能否再拔头筹呢？入榜理由：单兵战斗力爆表的精英战队。下一期，请跟随我们，将注意力转向赛场上那群特殊的身影。大家好，我叫雷倩，来自山东。我叫付南倩，今年二十岁。我的专业是自动化，因为我爸爸是做这个的。你会看到他们和队友并肩战斗，也能听到他们向对手展开的无情怒吼。还有一炮，还有一炮，好，好，好！我觉得自己操作手很酷啊，把女生当男生来看待。你又担心，我劝你赶紧退出。他们就是闯荡赛场江湖的暴走萝莉。